又做噩梦了，妹妹，我们还在公司加班，对吧？是呀，你文件赶完了吗？我改完了。那走吧，咱们赶紧回家吧。我刚做了个噩梦，我梦到那个收藏鬼影一直追着我跑。别想那么多，快走，快走。走吧，只剩下咱们两个人了。按电梯去一楼。到了，电梯真的小心。早点回去休息。大街上好像一个人都没有。妹妹，你快点，走。好嘞。还好路灯还亮着。我们家住在2单元12号楼。12点了，路上的人都回家睡觉了，就咱们俩还苦命的加班，唉，都是为了生活啊。还好咱们家离公司近。亲爱的业主，本楼电梯维修中，给你带来不便，明天早上吧。什么鬼啊！加班加到12点，电梯又坏了，咱们俩可是住在12楼啊，这要爬死去！算了，不说那么多了，快走吧。算了吧，咱们就当是健身了吧。诶，谁刚关门啊？走。你在找什么？知道啊，我到处看看嘛，是不是？快我跟感觉上。没那么简单。Hello。3楼，真倒霉，加班这么晚还爬到12楼，羡慕那些低楼层的业主。4楼，我感觉这里可能会发生点什么，哎，居然没有。别想那么多。5楼，你别说，哎呀，我刚做的那个梦特别的真实，谁的脚步声？谁的脚步声？还有关门的声音，总觉得被收藏鬼影，救他！快跑，快跑！我就梦见被他追杀，哇！快走，快走，妹妹，快跟上！8楼，哎呀，这什么？没看清楚。9楼。谁丢的箱子？10楼，就这个大脸。哥，你看，这里不太对劲。怎么了？哎，颜色好像不一样哎，就哟，一个小女孩，她这有东西吗？什么都没有啊，你进去看看。哎，找到了一个开关。走吧，开关待会应该用得上。哎呦，楼梯怎么被堵住了？哦，刚好，打开它。11楼，最后一层了，快走！昨天的墙皮怎么变成鲜红色了？下去还是上去呢？可以往下走吗？我上去还不行吗？干！为什么老是我被吓？我不害怕这个大脸啊，又长得不丑。10楼，11楼，最后一层了，这个按钮，这是什么？没路了，出不去了吗？回来了，鬼打墙，终于到我家楼层了。刚经历了什么？12楼，完了，
今晚上难道要在楼道里过夜吗？这边还可以上去吗？怎么回事？好像有什么东西阻止我前进。还能往回走吗？也不能往回走。这张沙发有点可疑啊。点一点，踩一踩，哎，坐一坐，扭一扭，泡一泡。你吃奥利奥呢？哎，嗯，门打开了。门打开了。完了，妹妹，他还跟着我呢，赶快回家！快快快快快！人脸识别，开门，开灯，还好安全到家了。看会电视，放松一下吧。好嘞。点击遥控，又是这家伙！这房间里面肯定有东西，还是赶紧叫朋友过来吧。手机也丢了，真绝望。主卧室有电脑，赶紧叫人来。次卧室，哎呦！他果然跟回来了。嗯，这床为什么？哎，我上来了，没有东西。小女孩，衣柜。哈呀，你是在找我吗？你找到开关了吗？没有啊。我觉得应该就在次卧，因为你想想，他刚刚就次卧冒出了个东西，对吧？我去厨房看看。WC。有东西吗？耶、yeah ，没有。那要不然就……哇，哥哥救命！什么东西啊？有个东西。在打我，我买个开关先。没有啊，你出现幻觉了吧？没有吗？你进去看看。可能是没有啊。来吧。睡一觉。哎，打电话了，等待对方接听中。小王，睡着了吗？刚刚睡着，就被你吵醒了。快来我家躺，我家闹鬼了！你有病啊！大半夜的，明天还要上班呢，真心不骗你，赶快来，再不来你可能就见不到我了。我也是醉了，大半夜搞什么？快点啊！行吧，别着急，一分钟内就到你家门口。我感觉这老小王肯定有问题。到了吗？看一下。人呢？是要出去吗？没有什么呀、啊。哎。看一下。敲门，敲门，敲门了。怎么开门啊？买个开关出去。找到钥匙给邻居开门。哦，酋长。哎，别急，吃星星跟我对话。你在搞什么？大半夜把我叫醒？哪有什么鬼？我来的时候好好的。不可能，你再去你房间看看。你去啊！我害怕、啊。啥也没有啊。对呀、啊，什么都没有啊。什么都没有啊。哦，这里有个信纸，哥哥。你能看见内容吗？看不见，我看不见内容。为邻居开门。这邻居肯定有鬼，
吧，那就吃星星吧。什么都没有，把星星吃了吧。嗯，来吧，咱们结束这一期了吧。好嘞，好嘞，那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咱们这条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小伙伴们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